叫普弟。哦，女生叫普弟哈。没有啦，刚笑的啦。男生不是叫房啊？没有啦。大哥，那我问一下哈，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，那个台语“超级白”怎么翻？大家跟诺比比索。那你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大家跟诺比比索。大家跟诺比比索。对，好，蛮好，是吧？来，谢谢哈。讲台语，这个是他白羊的孩子，就是。哪里拿的？嗯，不好吃了，上次我了。哦。这才有充实感。哎，里面的东西都是过时的。拿那个皮包更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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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像上面第二块，第二块包包都做成了，而且，
我看到我们摄影师那个几个字我都觉得蛮吸引我的。怎么了？不搭死逼逼嘛。辣死、哎、你过来我看，因为他不是太阳组，你帮我念一下上面那个、看不到吴大师比比、哦、对对，好听。什么意思啊、就是吴大师比比，他姓吴叫大师、他妈妈叫、哦、不，他的老婆叫比比、哎哦、他姓吴叫大师、哦、吴大师，他的太太叫比比、哎、吴大师比比，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康力、就叫做吴大师比比。喂，你们在干嘛，在笑？好了我讲错吗？没有，我们的黄代表那边好像不要误导朋友。啊、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一讲他们都在笑？因为我是太阳组，我听得懂你在讲的是吴大师 BB。 为何一直在笑呢？什么意思啦？来解释。我刚不是讲吗，他姓吴叫大师，他老婆叫 BB、哎、他老婆叫 BB。 好啦，那都在笑，不是，这一定有典故。哎、欸，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。真的吗？对，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大哥，坏，为什么你会把它那个东西写出来呢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 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喂，你有点。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就桃山隧道的意思。桃山隧道的意思。全对，建明，他解释对不对？好了。那这样讲对吗？五大石 BB 啊 ，Yeah，That's right， 好了吗？谢谢非常有名的格乐宝乐团，欢迎再来。五大石 BB，OK，、okay, 掌声要不鼓励鼓励。你一定要记住，笑得这么开心，我都不敢讲，你敢讲，你给我记住。不能讲哦，不，你坦白，我们研究比较坦白。坦白什么？啊，讲实话。什么实话？你就别再问了嘛。好，再来介绍吴大师 BB 来。哼，笑你两毛没放。来。给他半枪，干嘛嘛？第二个头做太大头了吧？给他半枪。哎，我们说舅妈，舅妈。哎呦，认真一点。哎，阿妈，阿妈，是他哦，他。不是上当，这个正常。不然说我们以前就要再去办，啊，到你身边放来听见，太慢了。因为在昨天那个七月牛，到很多嘛。我跟你讲，晚上会打小。那个都是好的，这个来个给大家。这个给他。来，给他叫你不要讲那么多，给他办就好了，你不要讲那么多。不能说你们有一个。你们会不会想把阿美语学好？很想还是还好还是不想？为什么很想？因为长大就可以跟老人一起讲。那个最厉害的母语老师是谁？阿嬷。啊。跟女朋友开玩笑，你是没有被我的懒觉打过吗？怎么讲？我这个我不太敢讲，你是为什么？美沙苏乌达斯姆，这样吗？美沙苏
不是，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下。梅沙树是宝物，但是我这样啊。神秘宝。对。打一个字。梅沙树。神秘宝。神秘宝，但是我。好，这样才可以。梅沙树，神秘宝，但是我，你是欠我的懒觉打。对。哦。来，来，你要做老板哦，你要做老板，哎，你要做老板，来，来，他帮来了，我看看啊。不要！昨天都被你们欺负了，还要？阿刚，快走，快走！阿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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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大哥，那个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哈，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，叫干尼干尼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波波手。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他们黑波波手。他们黑波波手。哎，好，蛮欢迎苏巴来，谢谢啊。这些都偷拍的，是吗？啊，你去各个原住民的活动拍了影片，然后上传以后，底下里面全都是负面偏激字眼。啊，那个字是你写的吗？不是吧？写我，应该不是。别人写你的，啊，你就这样所作所为啊！你拍了影片，然后说你去秀林国中拍他们运动会影片，然后说全部都是什么酒鬼毒娃，什么鬼？那跟影片有关系吗？你做的啊。两边夹击是另外的事情，有一些叫那个频道是不是你的嘛？是我频道怎么了吗？所以频道是你的，影片是你上传的，旁边没有影片是你做的吗？你现在有什么事情？就是为什么这样乱报道呢？就是这个事情呢，啊，难道是为了什么事情？人家你应该是为了什么事情？你一个录影干是不是？你那影片我有在录影啊，为了什么事情？你这样弄对吗？为了什么事情？你只是讲是为了什么事情，这样对了吗？你这样对吗？
事情是干嘛？你想看闹什么？在我们这里是干嘛？你一计划是为了这个，为了什么事情？不要假信息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在我们村里出现了。我等下回来，我看到你看看，我一个试试看哈。还玩笑？你们没有。你怎么等到？你们会不会想把阿美语学好？很想还是还好还是不想？为什么很想？因为长大就可以跟老人一起讲。那个最厉害的母语老师是谁？阿嬷。啊。
滑，咕溜咕溜的，很滑。很滑，咕溜咕溜，跟下面一样，暖暖的。阿妈好乱讲话。等一下。他算暖暖，像暖暖一样。你要上电视好，我不要那么糟了，就对了。为什么要暖暖？对你身旁。那么厉害，好啊！哎，这个地方很厉害，哎呦，很暖，那么厉害棒啊！说那女生白嘞，我是喜欢真的，就是哎呀，恭喜们！你会不会想把阿美语学好？你想不想学阿美语？对啊，是很想学。为什么不想学？因为很无聊。阿弟什么？什么？我的父母年轻的人呢？去那边好不好？不能再拿，还跟这个一样，我来搞。是怎么讲？怎么用考？这样考试啊？哦，为什么会有这种考试？我第一次看到。因为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于那种身体上的探讨。哦，身体。这个什么时候变成考试用这个手势？因为看到这个的时候，就是一个专业的手势，像嘴巴也是有专业的术。用手去抠鼻，那个抠鼻怎么讲？丢丢啊，不给。丢啊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慢一点。丢丢啊，不不给。丢丢啊，不不给。丢丢啊，不不给。哎，哦，非常。抠鼻。啊，嘴巴的怎么？嘴巴的怎么？嘴巴是这样，这样。然后有时候这样，不要乱讲啊！再多一点，看有没有更灵活的动作。更灵活的吗？这样吗？对。哎呀，前戏舔 B 哈，舔那个不给，那个舔不给怎么讲 ？Minach nach do bu ge 啊 ？Minach nach do bu ge。Minach nach do bu ge。哎。哦。好了啦，这不做了啦。再做一次那个刚刚那个考试嘞，再放在脸部上面。比脸部的考试这样。嗯。你怎么那么强？傻笑啦！我有 A 级这样执照的样。你应该是国宝级的。我刷牙都用牙，我刷牙都用舌头。不大是比一比。怎么讲？嘎素，嘎素，很香，仿细时候。嘎素，弟弟，你几年级？哦，你先吃饭，等一下再拍你阿美语哈。吃饭啊？那是你的吗？阿美，你那把我没错。你教他阿美语，念瓦柱，瓦柱，瓦柱这样。我够考，考够细。他怎么那么会讲台语？这个是他白羊的孩子。够细。你们说他妹妹有蛋子哦？嗯。有蛋子还是不蛋？有蛋子不要吃。
你好，赶紧吃点东西。人家美金呢？啊？人家美金哦。哦。自然没用。他美金，我美白。这不要黑。你不要午茶加点盐吗？不，我们上电视。好嘞，好嘞。一起拍，我们自己来。是吧？咱们弄啊，把这煮的饭。很烫哈，很烫哈。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哎，还要表演？还要飞啊？哦，女生叫布地哈，没有啦，刚笑的啦。男生不是叫榜啊？没有啦。你是超级棒，Thank you.
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你是超级吗？你们会不会想把阿美语学好？很想还是还好还是不想？为什么很想？因为长大就可以跟老人一起讲。那个最厉害的母语老师是谁？阿妈。啊。来吧，然后我们再来一下。我想会头痛，很热。你是超级吗？好了，可以吗？大一点，不折了上。来，这个可以吗？阿康啊，好一点了，不好。你这边快好了。你会不会想把阿美语学？啊，不的了，滴啦。你想不想学阿美语？对啊。很想学，为什么不想学？因为很无聊。现在吃饭了，不要紧张。好料啊！好料啊！那个五星级饭店特别，那个是谁的？好。五星级饭店是算什么？哈。这是黄酒。还有呢。冰块。难错的。我请你教他阿美语，念瓦柱，瓦柱，瓦柱这样。爱更考，考更细。他怎么那么会讲台语？这个是他白羊的孩子。更细。笨呢。抹一抹就好了，被酒打到。不是，你发就够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怎么处理？用不是小姐。你有没有搞上啊 ？OK 了 ，OK 了，好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再帮你治疗。哎，不是这样子，你这个你没办法做，你当什么护士？你我没管你，他是跟掉，你呀，你们当护士当假的。你是超级吗？买如意啊，如意就好了。为什么我要跟你讲？因为你是服饰小姐，我的叔那也是五年样的学校。对啊，加油！你要加油，很多钱。不要赞助他哦。哎呀，我不行。好 ，OK。还有，没了。不容易了，不容易了，这不放晒，不容易了。
跟他们说那么说拜拜吧，就跟他。这个东西你不要照，太难看了。你不要照，你不要。然后我的，跟你讲，这边太多了，这边。鱼。哈哈哈。阿妈你谁？妈在哪里？啊？干嘛帮阿妈？喂，阿不伦，前面一点呢，阿妈摸你的人叫不醒我。阿妈。哇！你要长大哦！哇咯咯！要很重哦，这肝病哎呀！我不要再烧了。这很烧。知道。我也本身很烧啊。要拍照，拿回去嘛。不要照。OK。喂，女生叫普碧。哦，女生叫普弟哈，没有啦，刚像的啦。男生不是叫房啊？没有啦。早餐怎么讲？妈问咩？啊啦啦啦啦！早餐要吃饭吗？要饱。哦。沙卡纳姆就是早餐嘛。嗯。马拉纳姆就是吃早餐。哦。马拉后，沙格拉后就是中餐，马拉后就是吃中餐的意思。沙格拉比就是晚餐，马拉比就是吃晚餐。哦，就这样。而且那个好吃怎么讲？啊，好吃。阿斯代。阿斯。阿正。啊，是。我们的老板娘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要你要比那个比较大只，你当然是大只啊，是大只。哎呦！哦呀，哦呦，哦完了，哎呀，哦呀。不用拍了，这不用拍了，这。你是超级棒。